共产党内不都是坏人，这些警察还能把这视频给传出来，你用得着去这么多人吗？几百号人把我一个有病的爹给扔到马路上去，而且你抢走了上千亿美元的资产，结果是孙立军、刘延平、孟建柱还有王岐山这帮狗王八蛋竟然把很多基金的钱吞为己有，把那个股票，民生的股票、海通的股票、汇丰的股票以办案为名窃为己有，仅此一项孙立军就拿走了100多亿美元。说这个货为啥要被判死缓呢？终生不能减刑啊！包括刘延平、习近平听说都傻了，说这个家伙他们竟然是对付一个这么危险的郭文贵，他敢他的钱他也敢贪，直接从基金账上转走100多亿资产，股票、民生的股票，从国内100多家这个证券公司直接转走，归为孙立军、孟建柱和刘延平所有。你说这帮孙子有多可怕？就这办案当中还有人造假，把他弄到了100多亿啊，变成几亿。